接下来讲插入单列铝合并储存格，开启我们换力档，好，开启，好，这边呢，这个结束第一节之前呢，还有一个自习课，但目前呢，这边没空间了，所以要让它增加一类的话呢，方式是这样子，我们要在第一节课之前插入，所以它在第四类。我们移到第四列的位置，按右键于上方插入列，这样就增加一列空间。假如说你要增加好几列的话，超过一列的话呢，你可以多选，好像这样选三列的话，就会增加三列。那我们不操作。好，我们接着讲，我这边呢，这是要输入早自习。哦，接着呢，我们选取 V4 到 F4， 点选合并与自动储存格，这边按4。好，我们就将资料放置在储存格中间。同样的，第五节之前，第四节跟第五节中间会有个午休，那目前在第九列。所以我们插入第九列的位置一个空白的，好，按右键于上方插入列，好，我们来输入午休，选取 B9 到 F9 合并自动储存格，按4。好，这边呢有完成换本，你就看一下你的结果是不是应该跟这个完成换本一样。